手主播玩迷你 VS 老手主播玩迷你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迷你世界现在有自己的特效表情哦，顺着发一遍可以激活隐藏表情哦。新手主播，迷你世界你不知道的秘密。众所周知，在迷你世界里有一扇永远无法穿过的门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看，就是我手上的这扇门，我把它放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就会发现不管怎样撞都无法穿越它，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神奇？对对对啊！经过了我一整天的研究，我终于发现有一个东西可以打开它，我给大家演示一次，开了吧。如果你也知道这个秘密，请点一个赞，让我看一看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聪明。哎呦我的妈！接下来，当我们把它放到铁门面前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它，通过它，通过，通过！啊！我不撞了。老手主播，迷你世界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炼心里的第四条龙。什么？迷你世界竟然有第四条龙？那我算第几条？迷你里还有第四条龙，灭世绿龙，它是前三条龙留下来的希望，你真的知道吗？前三条龙留下来的希望？前三条龙我倒是见过，可是你这难道不知道它有第四条龙灭世绿龙吗？如果你也好奇第四条龙，请点一个赞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照他这么说，难道是因为我迷你玩少了吗？这迷你世界竟然还有第四条龙，这说出来我怎么不信？如果你跟我也一样不信，请点一个赞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一下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要找第四条龙的话，当然不能在主世界找了，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。迷你世界第四条龙，我们在这工坊里搜一下。妈妈，人家那是隐藏的 boss， 你在工坊里搜啥呢？废话，不在工坊里搜啊？难道真的去主世界找吗？不会真的有人去找了吧？迷你世界的第四条龙，龙倒是很多。哎，我找到它了，兄弟们，这不是灭世绿龙吗？出来吧，灭世绿龙！妈妈，你是灭世绿虫吧？什么灭世绿虫？人家是这怎么还走了呢？这哎，迷你世界，你没有见过的第五条灭世绿虫。哎，醒醒，这怎么躺在地上呢？这妈妈，你行不行？说不定人家是真的呢。你到底会不会找？你这个新手主播，给我电摇嘲讽妈妈，兄弟们！哎，等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东西虽然我找不到，但它肯定是假的。我跟你说，妈妈，你这么说，你信不信灭世绿龙来找你？灭世绿龙来找我？我怕他不成啊！我还是龙呢。来呀，你让他出来跟我碰一碰。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呀！你不要追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